哎，大龙现在在陕西省宝鸡市啊，就是中国青铜器博物院，相当厉害的这个博物院啊。你看它的建筑，像不像一个鼓？这个博物院呢，跟正常博物馆一样，也是免票，免费啊，就是领票就可以。行，咱们进去看看，看看馆藏文物。啊，现在我们进来了，这里有个镇馆之宝，相当厉害，叫佛珠。咱们来先去看看啊。善武富福供养殿。西周时期。这个叫什么？叫来古，西周时期、宣王时期，眉县出土。啊，上面刻个鸟，这是一个装水的壶，青铜器。这些青铜器在一个洞里出土，一个窖里出土了27件，自我介绍。是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，这现在是仿造的。我放一块狗，展示一下当时出土的位置和出土的形态。对，这是国宝，国珠。这是个羊子。镇馆之宝。这是镇馆之宝。这是饕餮。西周早期，真品是吗？这是真 的, 真的。上次我看的是个复制品，哦，真品去北京的。哦，那这次是真品。哦，是这次来的看的。国宝级文物。这是国宝。合金。这就是这个合金上面的铭文。有中国版的最早出土的文物，哦，它当时看这个，它这个呢，相当于说四条棒，相当于他们那个金旗，高冠的这个方向，它的一个象形。第二个是大王，最早有中国两个字儿，两边的生物，看到了吧？而且中国，它是名器，它这个国是一个小篆中的国，似乎已经没有那个框。国宝级文物，最早刻有中国两个字。对，但是这些都是限于贵族，就是最低次，也就是低级的士，再也不低了，到不了平民。这也是贺景，对，这是贺景的。那么细啊！这是西周时期的出土。对。可是当时那个酒精度数还……这不就相当于高脚杯吗？照不到人来，为什么叫镜子是明代？这边可以照人是吗？哦，这都是铜镜，应该是到这边照人的是吧？哈，隐约能看到脸啊，哦，确实能。然后这边是装饰，这边是装饰，这是八卦镜，宋朝的。这个厉害了，这是唐代的，好像是银制的呢，还是银包银的铜镜。这漂亮啊！